由任达华、廖碧儿、安志杰和蒋璐霞等人主演的新电影《灭门》日前举行了开镜仪式。开镜现场，剧组还一起拜神祈福、讨好彩头。接彩妹，好，三一三，好，哇，哇，廖碧儿当日一身红色小礼服现身，跟戏中女杀手的角色有点不配，而她的形象也难以让人跟女杀手联系起来。对于导演给予的这次挑战的机会，廖碧儿自然十分珍惜。任达华和其他演员也表示这次合作很新鲜，很有挑战感。而隔了一段时间后，任达华再度挑战难度打戏，记者问及他会不会身体吃不消，而任达华本人却丝毫不在意，更表示希望导演能够增加打戏的难度。不用吧，我在其实九十年代这之前呢拍了很多打的戏了，那从以前大家看我这个时装片里面十部那面有八部是打的，所以呢其实以前那个基本功还在，所以呢那天打的兵器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说也是蛮简单的。还好了，以后也希望拍一些难度高一点的打戏了，比我难度高一点比较好的，这个戏打的对我来说也太简单了。